女孩因为长得太过漂亮，遭到全班女生的嫉妒。为了报复她，全班同学和老师竟然合谋将她杀害。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还得从头讲起。这几天小猪的心情都不太美丽，因为他喜欢的同班女生突然去世了。这位女生名叫富江，乌黑锃亮的长发，眼角还有颗美人痣，身材窈窕有致的她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漂亮。富江为此也成为了很多男生趋之若鹜的对象，然而不幸的是她就这样去世了，这让全校的男生都瞬间感觉失去了真爱，当然也包括了小猪。看着心情沉重的同学们，老师安慰大家，希望他们带着富江的梦想好好活下去，还顺便嘱咐了下班上的女同学，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而此时的门口却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，大喊一声：报告！这声音咋那么耳熟呢？众人闻声望去，我的个去，这不是刚死去的富江吗？这是诈尸了吗？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而老师这次的放学时间单独约见富江，他是知识分子，并不相信鬼神说法，认为现在的富江肯定是死去的富江双胞胎姐妹。带着试探性的语气询问后，富江却一脸懵逼地问老师：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富江啊，我家就我一个独生女。老师不信，于是富江伸手放在了老师的腿上，说出了两人之间的那点私事，随后上来一把抱住了老师，询问他不是曾经答应过自己等毕业后就和自己在一起交往吗？老师听后吓得冷汗直流，他也分不清眼前的富江到底是人是鬼了。因为第二天同学们也在讨论着富江，他们当时发现富江后，富江已经被分尸了。同学们找到富江的尸块，还将他拼了起来，最后拼成了一个完整的人。即便死去了他，仍旧是那么的美丽。那昨晚出现和富江长得一样的人到底是谁呢？此时一位同学大声喊起来：不好了，老师昨天在值班室疯了，嘴里一直喊着富江，现在被送去精神病院了。听到这话，同学们瞬间陷入了恐慌，隔壁曾经和富江有瓜葛的同学更瑟瑟发抖。而在放学后，小美更是出现了幻觉，富江一直跟在她身旁唠叨个没完，一直吐槽着今天大家都很奇怪，都不敢跟她讲话，就连好友小美和小猪也是如此。小美没有回答，直到来到一座桥上，她看了看桥下，突然大叫了起来。小猪连忙拉住了小美的手，表示今天的事情非常奇怪，于是就劝小美和自己去自首。直到此时，富江的死因才慢慢浮出了水面。原来之前老师组织了一场户外运动，大家都在自由活动时，富江悄悄地来到老师的身边，老师就询问他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玩耍呢？富江笑了笑，告诉老师自己不适合蹦蹦跳跳的，现在的他已经是一个大人了，因为他怀孕了。而老师听后直接吓得冷汗直流，他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意外。而这话正巧被备胎小猪听到了，他很气愤富江的做法，于是和他发生了争执，全班同学都被两人的争吵声吸引过来。期间两人互相拉扯，富江一不小心踩空，直接从山上掉了下去。小猪想要立马拨打120，可老师却拦了下来，他故意劝说小猪不应该因为这样水性杨花的女人赔上自己的前程。其他同学也附和地劝诫小猪不要报警，此时的他们各怀鬼胎。老师想着一旦发现富江的肚子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他自己肯定脱不了干系，还会落个和自己学生搞不伦恋的下场，甚至连自己的职业生涯都要断送了。而那些女生们则嫉妒富江能和那么帅气的老师在一起，男孩子心想这样水性杨花的女人自己得不到，那就让别人都得不到。只有小猪一人真的为失手杀死富江而愧疚着。接着老师说了一句，既然是户外活动，那就来一场实体解剖吧。说着就让同学们拿出了解剖工具，就把大家准备解剖时，富江突然睁开了眼，并询问他们在干嘛呢？原来富江并没有死，而是昏了过去。小猪赶紧直接捂住了他的嘴巴，另一个人则手起刀落，直接解决掉了富江。这次富江是真死了。之后老师将富江的尸体分成了42块，全班人手一块，并让他们自己解决掉手里的尸块。这下全班人都是共犯了。而小美则是来到了桥上，直接把尸块丢进了河里，所以刚刚她路过桥上时才会大喊起来。此时小猪拉着小美准备去自首，可其他同学却不允许，因为只要他们俩自首，那么全班人都得跟着遭殃。于是他们组织起来想要解决掉小美和小柱，这样的话这个秘密就不会被发现了。就他们准备动手时，有一个穿着和小美丢失时的果布一样花色的富江出现了。他们根本不知道眼前的富江到底是人还是鬼，但可以确定这就是他们所认识的富江。故事结束。片名伊藤润二精选集富江。
故事中的富江其实并不算人类，而是类似居内的生物，拥有万人迷的特性。每个和他接触的人，男性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，女性则会疯狂妒忌他，最后绝大部分人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想要肢解富江。富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无限繁衍生息，而有欲望的地方就有富江，所以才会导致富江的版本特别的多。有的是别人子女就被父母肢解，有的是别人妻子就被丈夫肢解，有的是公司员工就被老板同事肢解。但不管是什么故事，最后的命运都是大同小异。所以说做人不能太色，一定要绿色健康小清新。可据说富江的美貌没有人能够忍受诱惑，视频前的你觉得自己可以吗？我是少年，一位迷人又可爱的97年男孩。如果喜欢我的解说，请点个关注，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评论一下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，拜托拜托。